无论是性感到破表的骨盆舞，还有上上下下的 up and down， 韩团今夏带动了最夯的舞步，就是要努力的摆动下盘。近日，台湾三名前大学生了没的成员也来挑战，包括夏雨欣、英英和 Nikita 三人各自穿上短到不行的热裤，再露出小蛮腰，一字排开卖力扭臀，让影片观看人数瞬间飙高。其实早前夏雨欣和英英为了宪哥的节目就编排了这支舞，当时在节目上火辣的热舞还让收视率创下开播新高。哇！天哪！Oh my goodness！ 身体不好真的没有办法看这个。三人的完整版影片播出后获得广大回响，夏雨欣的粉丝团更在一天内暴增 1.5 万人，不少网友看完直呼跳得根本媲美韩团，也有人敲碗希望三人能组团，而男性粉丝则表示记得别穿内裤，让他们超害羞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